最近的血糖跟血脂数值都正常了。那最近的血糖数值蛮稳定的。这是他最近的抽血检查报告。这是他昨天在大医院做的腹部电脑断层。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，随时能查看患者在不同院所的用药、检验、手术、住院资料，不止提升医疗品质，不怕讲不清楚，还能减少医疗浪费。健康云端查，医疗有保障。